欢迎各位来到2020的桃园灯会光之桃花源。那今天在我们第一天桃园灯会呢，很开心可以在我们老街西河岸公园呢，我们的银河树光灯区呢，跟大家一起来欣赏，一直到2月12号，这为期是3天的晚上，都能够看到我们的光之巨龙秀。对，所以呢，欢迎大家呢，可以一直来看我们的巨龙秀。我们巨龙会在这里陪伴呢，整个这个好几个礼拜，到2月12号。对对对，那每个晚上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呢？像我们刚刚呢，上一场是我们的7点，那再来就是我们的8点，那最后呢，就是我们的9点啦。对，大家要做一下安全宣导哦。待会呢，这个巨龙车它会移动，朋友们呢，真的要空出一定的空间。期不期待？期待！好的，我们最热烈掌声欢迎今天的光之巨龙秀。
与这里热情的掌声。马戏团的团队第一次来到台湾做表演，就在我们2020桃园灯会光之巨龙。
戏团的团队，欢迎 Opa。